显得有点参差不齐。然后我就现在就哭出来说，头发怎么那么丑？我觉得作品这个东西，你一会儿要在前面。近前，欧阳娜娜微博晒出日常微狗剪了短发后的娜娜好清爽。在21岁生日的第一天，欧阳娜娜来到理发店，让理发师给她剪短发。她的要求是剪到锁骨的位置，不要全齐，也不要有太多层次。如此胸有成竹的样子，看来欧阳娜娜对这个发型已经研究很久了。不过第一剪刀下去的时候，她还是哭了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不过等理发师剪完后，欧阳娜娜还是很开心的。她的短发很自然，不是很齐，略带一些层次，发稍微卷，看上去很温柔。剪完短发后，欧阳娜娜兴奋表示，21岁愿望清单划掉一项，就剩考驾照和一个人旅行这两个了。